全民互动，惊艳世界，这里是上海车展，我是汪淼。现在呢，我们在一个著名的汽车供应商奥托利夫的展台。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玩的，就是这个方向盘的模型。那它的重点呢，其实就是它上面集成了一个可以显示功能，并且可以进行触控的小触摸屏。大家看到这个位置和这个设计，是不是脑子里有一款车了？哎，没错，就是理想的 L7、L8、L9 都有这个设计。那奥托利夫呢，其实也是理想汽车的供应商啊。这个真车上呢，跟这个是一样的。其实这么说，就是很多汽车上的设计，不管是前瞻的，还是一些让大家感受到科技感的，其实都是技术的发展和堆积。首先，这些东西要能做到。而且呢，在车上要做到一个很好的体验，比如它足够的小、足够的轻薄、足够的快、足够的准确敏捷，它才能应用到这车上，否则它只会在车的设计稿里边和概念图里。好，我们继续看下一个方向盘啊，这有好几个方向盘。你看这个方向盘上面有一个会发光的 LED 的一个小光环。那其实这个呢，其实开过通用系的啊，凯迪拉克 CT6 那个Cruise 版本的车呢，大家都会熟悉。它其实是一个服务于自动驾驶或者是自动辅助驾驶的一个提示灯，也就是说它有几个作用。第一，告诉你这个车在什么状态，比如它显示绿色的时候，或者是显示某一种代表智能的颜色，比如蓝色，就代表着它在一个智能的自动这个状态下去行驶。如果它还可以结合 AEB 的这个功能，比如说它会变成高频的红色的闪烁，提示你前面有危险，等等等等，它会有很多颜色的选择。这个其实对于智能驾驶的这种交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继续看下一个方向盘，这个呢，是在方向盘上有两个LED 的屏幕是可触控的。那其实这种功能是更多的服务于我们对于车的触控的一种体验，因为方向盘上的功能越来越多，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按钮都被集成到了车的其他部位，要么就是大屏幕，要么就是方向盘上，所以方向盘一定要灵敏精准地承载更多的功能，才能满足于我们未来的自动驾驶的时代。我们继续绕到后边来看。那这个方向盘呢，好像看不到什么，其实它是展示的是一个压力传感的装置，也就是说我们在智能驾驶或者自动驾驶的状态下，方向盘是一个监控我们人类驾驶状态的一个工具。当然了，它会有很多的工具组合啊，比如说这个 DMS 有摄像头会看着脸，有这个心率监测什么的，但是这个呢，其实现在是我们这个年代当下配备最多的一个监控装备。首先呢，它是有这个电容的传感，就是它不用很大的握力啊，只需要轻轻一碰，它就能监测到这是个手。然后这个方向盘上有三个传感器，一个是正面的，碰到任何部位它就会识别你的手在上面，还有一个是背面的，那背面分成了左右两个区，左区和右区，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双手不管是放在哪儿啊，一只手就可以，但如果我们两只手都拖把的话，它就会监测这个人是没有进行一个人类的一个驾驶的监管的，它就会进行提示啊，但是那是另一个系统了，可能是声光，可能是震动。那这个方向盘呢就更有意思了，它前面有一个这个金属环，那其实就跟我们家里的这种电体重秤或者是这个手环上的这个监测是一样的，它能监测一些心跳啊、心率，用生理或者是摄像头或者是压力传感来判断你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驾驶状态，然后会用这个方向盘上的提示灯或者是其他的声光信息去提示你现在是不是疲劳了、靠边停驶。所以呢，这些传感呢都是服务于我们未来更自动化的驾驶的一种工具。那心率监测呀，然后这个压力的传感的方向盘呢，都是采集驾驶员身体状态的一个工具。而刚才说的方向盘上提示灯，以及结合更多的声光和震动提示呢，是对驾驶员的一个安全提醒和交互。好，这就是奥托利夫的这个方向盘科技部分的内容。然后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汽车之家上海车展专题。拜拜。